用爸爸俾我嘅鲤鱼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呢个 Pokemon 嘅白金版啦。咁我哋继续翻到嚟用一隻百变怪过关啦。好，我哋上次嚟到呢个嘅长寿市啊嘛，系咪长寿市啊？呢个啊长寿市，依家剧情讲到就要入呢个训练学院嘅，我哋先入咗训练学院先啦。好啦，有精灵球一定要执咗先啦。物攻增强，我自己觉得啦，物攻增强对于我而家嚟讲咧系极之需要嘅，系啦。虽然我一路都话呢一个物攻增强呢啲系垃圾嚟嘅，系啦，但我依家唔敢讲系咪垃圾啦。OK， 你都有学嘢啊，已经将黑板上嘅记低咗啦。为咗咧唔俾自己精灵受伤咧，一直好努力话晒训练师有嘢俾我。系啊，唔记得拎嘢啊，师傅，两张地图啊，俾咗张地图我啦。照地图所示咧，下一站应该有黑金市，嗰度有道馆，培养啱啱捉嚟嘅精灵最适合啦。OK。Okay, 有冇啲咩教学可以教我啊？训练师都好，精灵都好，都系慢慢成长比较好。嚟呢度查一下，有冇得对战啊？呢度，诶，有啦，实战。哇，系 ，OK， 哇，啲废到呢啲技，哇，真系好辛苦打得。我每打完一次，跟住就要即刻去死翻喺中心回血。系啊，好，呢度 ，OK。哇！又大牙你大镬两步，哇！又输俾大牙你，爆牙你啊！大牙你好似系进咗化嗰只，唉，算啦，我唔打啦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系咪嗰个咩啊？投币诶，嗰、那个手表嗰个社长啊，系啦，精灵手表啊，叔叔正喺度制作紧口袋手表，担紧宣传嘅，寻找长寿市嘅三个小丑，揾齐之后我就会俾你，好简单啫嘛，我记得好似。有啲匿喺个城镇，呢个系咪噶？精灵能够持有道具，即系精灵只能持有一个道具。根据道具嘅种类咧，有啲只系拎住就可以发挥效果，或者好似树果咁咧食落去。请收低呢个交换券，系会答问题噶嘛？呢度 ，OK， 精灵系有分属性嘅，技能嘅属性同埋精灵一致嘅时候，威力都会增加。请收低交换券，讲嘅就系属性修正啦。好啦，仲有一张好似喺呢度嘅啦，系嘛？啊呢度，好，精灵能够通过战胜其他精灵获得精经验，好唔掂啊！呢个问答太渣。同时一种叫做进化形式咧，都会使佢哋嘅外表产生巨大变化。OK， 搞掂，集齐三张，好揾佢啦。交换券我收下啦，俾你口袋只手表。OK， 搞掂，攞只表啦。口袋手表咧追加咗应用软件嘅功能嘅，通过揿同埋选择自己中意嘅应用软件，几过瘾我觉得呢一个嘅宣传手表，即系呢个口袋手表咧，真系喺 NDS 我用到，我觉得几特别。而家计数啦，计步器啦，跟住睇嗰啲宠物嗰啲状态啦，睇时间啦，非常之好，我觉得。好啦，咁啊，暂时应该仲有啲咩攞咧？唉，唔理我哋去到呢度先。其实野生度升咧，好似都好似唔系好关我事咁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我百变怪一出嚟就变身噶啦嘛，所以基本上我升几多叻都系净系为咗升高少少百变怪血量嘅啫，所以我觉得唔需要点样升啦，系啦。诶、欸，系咪打架呢度？有冇变强？我咁仲使讲咧？睇下支变强啦，俾你见识一下。大镬啦咁就，点啊？只波，诶，靓波，叫升佢先，缩壳打佢，哇！大镬！我依家占咗劣势，因为佢而家缩壳，咁我都叫升算啦。一睇就知我占咗劣势，哇！喺度屈老机呢条友，黐筋，哇！打唔赢咯呢只，黐线啊！点打啊？系咯，我冇得打赢喎呢个，我一嚟就要进变嗰只嘅嗰只嘅武黑二，跟住打只草苗龟，哇！点打啊，大佬？睇上去好弱嘅训练师要作对手同你练一练，劲过你啦！你几劲我就几劲咯呢一度系啦。哇！如果可以，即系如果佢啲技劲少少咧，我都仲有得打。但系依家太渣啦，佢哋大镬，用爸爸俾我嘅鲤鱼王食蕉啦咁波。唉，低 B 仔啊！
黐筋啊！顶，我仲要输俾李如和，黐黐地线嘅真系。唉，我一系咁啦，我试下将八变怪磨到冇晒 PB 先啦，系啦。如果唔系，真系唔使自打赢，真系黐线。唉，黐黐地线。我仲要食药添喎，呢度唔食药唔得喎。哇，呢嘢走先。我其实我差唔多要食药嘅呢度。哇，真系阴功，呢度要食药。呢度走，又嚟呢只走。诶，净系变呢只先，因为呢只佢打人应该唔系好痛，就算打人都系咯，唔系好痛。冇啦冇啦冇啦，最后一招。OK， 搞掂啦，跟住我买一买商店嘅嘢先 ，save 先呢度，咬咬地大佬，哇顶，顶死穷鬼条系搞错啊！用爸爸送俾我李如王打赢你，睇下边个赢边个，哇点赢啊？黐线，哇赢唔到，哇低能，我仲要俾翻钱俾嗰条李如王僆仔。有乜可能打赢啊？佢绝地反击嗰个反伤超大喎、啊，我趁呢个机会早啲打死佢咯。系咯，打唔死喎、啊，要死到几多叻先打赢啊？呢度哦，咁鬼硬净，系因为新版个绝地反击太大反伤，所以打唔赢咧。李如王，我居然打唔赢李如王，真系阴功！玩水，哇死得啦！呢啲技友，呢啲技友死得，哇哇啲垃圾技真系救命啊！佢咁多 PP 一定系我输喎呢度，系咯？我有乜可能赢到？啊！一系打啲大牙你先咯，大牙你都叫有得赢下嘅，我觉得。啊，大牙你我觉得都有得赢嘅。哇！顶食药，同你靠药嘅训练师打真系冇肉噶，真系好狗喎、啊！跟住可以食药嘅咩？唉，呢度有冇啲咩特别啲嘅精灵俾我打？如果佢用草苗龟一开头，我都可能赢到嘅。但如果佢唔系用草苗龟一开头，我输硬嘅。我输嘅几率都几高下。嗯，我先睇下赢唔赢到咯，即系打你先啦。要靠爆击咯，系咯，唔系就打唔赢嘅，但系要靠爆击咯。同埋佢仲要食药添，我咪破咗产啦已经。我已经破咗产啦，各位点打啊？报恩呢啲技冇用啦，对我嚟讲，物攻增强有冇啲有用啲嘅道具啊？譬如系加人哋啲物攻啊，定点样？我而家唔理咩药都我都要用啊，真系。其实打小电师都几好打的，因为小电师佢一嚟威吓咗，我再变翻佢解除咗威，解除咗个威吓啦嘛，应该会系嘛？我唔知道会唔会，即系佢威吓咗我，然之后我变佢个嗰个能力值，之后再威吓翻佢。咁照道理嚟讲，应该我物攻系高过佢嘅件事，系啦。因为威吓嗰个特效，嗰、那个特性抵消咗啊！我觉得。第三集先出到去咯，今集唔使自出到去。哇，呢个都打唔赢咯，点打啊呢只？嗯，系咯，呢个打唔赢。反而我觉得百变怪过关咧最困难系前期嗰一 part 咯，后期嗰啲应该易打好多，因为后期咧后期我变嗰啲精灵咧至少你有四招技先啦，你唔会四招都系垃圾技啊嘛，即系你一定会配一招物攻技嘅。如果冇嘅话咧，咁冇办法啦，真系冇办法咁样，可唔可以唔打啊？呢、這个，呢度有冇机会打啲好嘢啊？
好似唔错呢度。诶，傻啊！诶 ，OK， 都 OK 啊，起码有得找人先啦、啊。呢条星咧唔错啊，哇呢只都 shit。我唔紧要啊，咁我哋波音风唔打，只打傻眼咪得咯。啊，呢个系我嘅选择啦，就系、是。好。哦，冇摇尾巴，唔紧要啊，不过都赢到嘅，起码佢都有攻击技啊。搞掂。我升到20咧，其实打唔打得赢？升到20咧都未必打得赢，只龟。系真系要靠爆击先打得赢呢度，唉，真阴功，0蚊，一嚟就用叫声，好狗啊！佢用叫声削弱我嘅攻击，唔系削弱我嘅系咯。呢度如果连爆两下咧，我就赢啦。但系有冇可能连爆到两下都真系要欧洲人先做到喎？打多场啦，打得唔得？啊！佢用电光石火反而好过用叫声嘅，嗱，叫声又嚟啦，佢连续叫咗两次，爆佢，爆，爆佢啊！最后一招咯，冇啦，黐线啊！冇可能打赢依家我，有冇啲训练家可以俾我打下咧？咦？呢个咩地方嚟噶？命中增强，嗯，好似几有用啊嘛，我谂住讲话废嘢，顶。其他我反而靠得多过佢，用呢个绝地反击，所以一定要食药咯，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药，如果唔系实输。嗯，好啦，五咧就有电光石火。唉，如果佢高呢啲，如果我打嗰个劲敌高呢啲咪好咯，起码有飞行技啊，有得打。如果有飞行技，一定打赢嗰只鬼，但佢冇，好废个对手，都系归根到底，归根到底，归根究底系嘛，都系嗰个对手唔够劲。唉，我谂住行过去打，有冇啲咩可以俾我打？唉，打下达你啦，包下你。撞击有机会啊！佢今日就系用咗两次叫声啊！顶又食药，我好贱啊！真系点样打呢？我应该一嚟先用叫声先，唉，真系。争一下，点样先可以打赢佢咧？唉，又冇啦。呢度我谂应该又要用攻击增强，如果唔系咧，唔够攻击力打死佢。哇，大镬啦，好辛苦啊，打呢度。其实我话应该要改一改咧，将个御三家唔好将我自己改做呢一个嘅企鹅，应该转做火猴啊，或者转做草嘅都好啊。真系黐线，而家打到我咧，劲辛苦。你睇佢嗌咗几多下？佢一嚟系用缩壳，哎，爆击，冇啦，冇技咯。都唔知道有冇打好两滴血。头先我用绝地反击打佢嗰时候，阿顶，其实我都叫有着数嘅，即系血量上系咯、啊。你睇下打几多，佢哋打我太，佢哋打我就少，因为我30几血嘅只百变怪。如果呢度有啲咩正反咧就好啦，顶。好，升啦咧，跟住我就再去试下打下啦。如果唔得嘅话就算啦。今集
等我升下咧先啦，黐筋。我谂啲升咧咁无聊嘅都冇咩好睇嘅，仲要系系咁一嚟变身，跟住之后系咁用佢用人哋嘅攻击打翻佢。如果白变怪用黑白嗰只白变怪咁，应该就好有睇叫做好少少啦，唔可以话好有睇头嘅，系咯好少少，我唔够胆讲好好，因为黑白嘅白变怪特性系即变噶嘛，一出嚟嘅时候咁，所以节省咗变身嗰一回合，但系都有唔好嘅地方咯，就系冇得用绝地反击咯，用白变怪嘅姿态。好，呢度 save 先啦。我第一次玩到零蚊，仲要一路打唔赢。啊！又嚟一路一嚟即刻用叫声，哇！佢用咗三下叫声，四下五下，我冇得赢噶咯。佢叫咗五下之后，除非佢连爆三次击啦，打多一铺啊！其实我一嚟如果用加工得唔得咧？唔得，我要一嚟加工跟住变翻佢，咁咪抵消咗咯。一定要我变完之后用加工先得。咁如果佢叫声，我咪玩完。我又抵消翻噶咯，嗱你一嚟又用叫声啦，唔好用叫声得唔得啊，兄弟？冇啦，黐筋唔够 PP 玩，哦玩完啦又，唉。好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呢度先啦，系啦。咁因为实在太难打啦，你见到百变怪一开始前期真系劲辛苦嘅，觉得我都唔知点过。就算用绝地反击打人咧，都好似拗痕咁啦，即系我仲痛过对方啦，同埋嗰个血量都扣得好快，所以就系有少少难度嘅。我谂应该，但系都叫做几特别下，系啦，啊几特别。睇下我点样可以用嗰啲战斗工具嚟过呢一个嘅劲敌嗰一关啦，系啦。挡门口啊！依家佢基本上就系、是、好啦。咁今集时喺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。咁未订阅嘅可以订一订阅啦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